好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我想解决我最主要问题。啊？啊，我看到一个天上一个飞碟啊，那个它这样飞法，它这样，是一个啊，我说的那两个手是用来它这样围起来的啊，围起来的是那个上下这样波动啊，波动的时候有一个压力往下压，好像压在你头上了，就如果你临界看的话，你就现在。哎，就这样，还有腰，还有酸呢。哎，这个地方还有酸，因为呢，老是做这个动作呢。那老是做这个动作，哦，看看他干嘛啊？哎，他这样飞的啊，先比较高一点，然后下来一点，啊，又上去了。但是那个总的趋势是往下的啊。然后他在那个做这个动作的，他在这个上下飞的时候，你就跟着他的节奏啊，跟着他的节奏就，这样。这样就是呢，那个一个腰里酸，还有一个膝盖后面背后那个这个地方也酸，哎，这个两个地方好像一直停不下来啊，好像停不下来，那个膝盖后面哦，现在前面也酸了，那个膝盖那边好像一直那个随着它的起伏啊，随着它的起伏，你就人也是这样起伏啊，人这样起伏，我再看，快看吧啊，哎，可能就。他就这样，这样然后就下来了啊，下来了。我现在看看那个，好像那个灰茫茫的天呢，灰茫茫的天呢，然后那个下来，对对，就是这个动作。你试着说句话啊，你试着说句话，我不想跟着这个飞碟的节奏了。我不想跟着这个飞碟的节奏，哎，我不想跟着这个飞碟的节奏了。不想跟着这个飞碟的节奏了。还有，好像你控制住啊，你控制住不想跟着他的节奏的时候，好像他从你就是没有连贯关系了，就是他在上下起伏的时候，你就人不跟着他，不跟着他上下，晃了，上下在那个这样起伏啊。哎，这个有点像什么呢？这个有点像有个人在哼着歌声的时候啊，哼着歌的时候啊，你也就慢慢的吸引过去，也在哼着歌的样子啊，好像就无意识的被他带动了。但你一旦有意识的把他控制住，我不想跟着他节奏的时候，就像那个人在哼歌，你就没注意，就自己也就跟着哼这个歌了。但你注意到了，我不想哼他的歌，哎，那就马上就切断这里的关系了啊，好像是这样的关系，哎，好像这样的，然后这个时候，飞碟上好像那个伸下来一个大手啊，伸上一个大手，这样摸了你一下啊，那个从这样摸法啊，这样，再摸到前面来，这样，像这样抹了一下呢，这个沿着，对，从后面，这样转过来，转到左边，从右边转到左边，然后沿着你的眉毛上面，就额头上这样，哎，对对对，是这样，哎，但没有把你眼睛遮住，就在那个眉。那是这样的，就在你眼睛上面，这眉毛那个上面就卡过去，哎，做这个动作。哎，你说，你是好像是天上的那个飞碟里的啊，好像是啊，因为那个我现在目前呢只看到手，还没看到这个手从哪里来的，但是从前面那个飞碟上好像是同它有关的啊，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说，我感觉到你在摸我的头。我感觉到你在摸我的头。哎，对，但是他身上做的时候他没有恶意的啊，这样是没有恶意的。你说我现在被你们摸得已经百孔千疮了，我现在被你们摸得已经百孔千疮了。哎，这么一说以后，他那个手就缩回去了啊，这个缩回去了啊，缩回去了，好像那个飞碟过来了以后，他想问你几件事情，想问你几件事情。他那个好像问你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那个上海封城以后就没东西吃，是不是真的？你反正你只要回答他就行了啊。你把你知道的情况，一种回答方法呢，你把你知道的情况回答他；另外一种是情况呢，叫如实回答。哎，那个这里有个区别啊，你知道的情况就是你听来的或者。
或者你知道的，不一定是真实的，不一定100%正确。反正你只要自己没故意增加错误信息在里面都没问题，不要故意加错的信息。这种呢，就是有点信息不太全的意思啊，你只要回答就行了。另外一种呢，如实回答呢，就反正两种，我那个信息跑过去了，我就不记得了。反正就两种，一种呢就比较精确的，另外一种呢不太精确的。反正这两种当中呢，你只要故意不要故意掺你的主观的东西在里面就行了。你回答他。难如何多，一样的意思啊，固然如此。这么说来的话，他们基本上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，已经知道这个事情，再核实一下，核实一下那个是不是那回事。你说，因为他就是现在他已经同你对话了，相当于他说，他说难如何多，哦，真的是这样啊。他就马上，你说确实这样。因为他们也从各种渠道获得的这个信息，获得这个信息呢，他就这样再核实一下，因为他有时候他怕万一那个搞差错了，因为他有个大计划。前面我们临牌的时候已经知道一根粗绳子从上海那边剩下来，搞到北京去了啊。反正后面的事情你看到了啊，他还要做更大的，要做更大的动作，要做更大的动作啊。要核实好的是更大动作。你说上海封城和上海人的饥饿，这个信息一点不会错。上海封城和上海人的饥饿，这个信息一点也不会错。真的这个时候好像那个地底下冒上来一个人呐、应该来说是一个亡灵吧，冒上来一个人。他说我1949年打仗的时候都没有那么惨。不要紧，我告诉你就行了啊。那个描述是什么呢？这个打仗的笼统的打仗，实际上也不是真正打仗，就是说那个国民党从上海没办法撤离的时候，这个撤离的话，这是兵荒马乱的时候。即使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，人家还没有饿着肚子，还是那个小商店、小店之类还是开着。你要吃东西，你只要掏钱出去才买得到东西。现在有了钱在手上也买不到东西。那个这个时候那个外星人，我看他的脸，原来我看不到脸，现在我看到脸了，气得那脸气青了，真的是发青了脸了，气得脸发青了。他们有个计划，要扔下了一个大钟钟，那像那个敲的那个这样的敲钟响的呢，或者那个原来老式的学校里边，他那个敲铃的，这个几十年前你不一定看到过这种，一反正那个这样的样子，一个钟的形状啊。一个铃铛的样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，他想，他们意识到那个苦难一切的源头都来自中南海那边，他要搞一个大钟把它扣起来，把那中南海那边把它扣起来啊。他计划本来已经计划好了，但是他怕搞错了啊，到底最后再核实一把，再核实一把，再核实一把，因为从这个事情是一件大事情嘛，这是一件大事情。核实好了以后，这个时候我看到满街那个叫飞沙走石啊，满街飞沙走石，就在飞沙走石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钟形呐，一个像钟一样的，当然不是这个形状，有点像这个形状啊，当然上面是稍微有点尖上去的啊，倒扣在那边啊，那这样倒扣在那边啊，随着那个。那就是像龙卷风，有点像龙卷风。实际上那个龙卷风是干嘛的呢？是不是要卷来让它悬浮在那边，很大一个罩子，悬浮在那边，然后就飘过去了啊，让北京方向飘过去了，飘过去了以后，咔一下子把中南海就扣住了啊，把整个中南海扣住了，把整个中南海扣住了啊。这个呢，这扣在上面啊。这个扣在上面啊。
口袋上面，口袋上面，哎，我们眼睛那看不见了，那一口袋上面的以后就是把他们对外的那个信息之类的切断了啊，这个应该像，反正林姐看来那个信息切断了以后，让他们的那个对外的统治啊，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啊，越来越弱，弱到什么程度？弱到你今年年底的时候，基本上就这个地方就悄无声息了。他说那个就相当于这么一个中招，就把它屏蔽掉了啊。把的那个墙壁伸到那个哪个地方都想去控制人家去的时候，那个那个中招造起来以后，就把信息屏蔽掉了啊，就是有点指挥不动了啊，就相当于到看到的信息是到年底，差不多到今年年底就彻底瘫痪掉了那边啊，彻底瘫痪掉了，彻底瘫痪掉了。啊，然后你说句话啊，你说我知道了，你做你的事啊，我过我的生活啊。我知道了，你做你的事，我过我的生活。哎，这样一来呢，他刚才不是跳啊跳下来的那个，你同他之间就没有那个联动关系了。哎，你这两天应该你挺累，因为那你相当于一直在做这个下蹲动作呢，做累了啊，一直在做这个动作，相当于啊，你说你过你们干你们的事，我过我的。哎，那个生活的时候，他这个联动关系就切断了。联动关系切断了以后，也问另外一个问你那个信息啊，也问到了。问到以后，他本来就这样了，骂一下子，所以呢，那个从应该生下来，刚生下来接触的时候，应该重量分量也重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轻重嘛，这边推了一下啊。那个有两个地方痛点啊，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，就像在人的手呢，上面和下面啊，中间差一点，中间没事。那就这样，相当于，那这个，哎，然后从后面摸一圈摸到前面来，摸到前面的时候呢，他要拐弯的地方，这个地方，拐弯要在你额头上动一下子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呢又重按了一下子，他就不知道轻重啊，不知道轻重，重按了一下子，然后呢，你让骂过来的时候，你似乎感觉眼睛在跳，或者眼睛反正不舒服，但没有骂到你眼睛上，是在沿着眉毛骂过去，这个动作啊，连贯的动作啊。哎，现在你知道这个事情以后，一个联动关系断掉了，另外一个你回到他们体的时候不摸你了，不摸你了以后，这个你这个症状就消失掉了。哎，这个是走完了啊，这个信息走完了，这个信息走完了。我这两天一直在琢磨你那个事情，好像那个，我一直在琢磨，说是哪应该你哪个地方还有从外面有联动关系。我总觉得不然的话，人家的坏的其他人应该事情早就好了，怎么会总是那个好像一直还有问题呢？一般来说，一直还有问题的话，那么只有外星球上有信息过来。像人间的事情已经小的已经不能再小，都是小的已经开了，对人间已经影响不大了。我就一直在琢磨到这个事情。哎，今天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有外面的，还是外面的信息进来，因为我们已经好久没有那个外星信息到你这边了嘛，是吧？我以为已经这个他们不找你了，我一直想不找你了，后来想是不是我们还有隐形的因素在里面，他们还在找你。我昨天还在想这个事情，因为我看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不是那个眼睛几代人都很严重，童年事情呢，我当然好了以后，我就想着，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发生在你那边一下子就好了呢？我就还在想这个事情。那么今天呢，真的是，他们还是从你有点关系啊，但是还好，就没有什么大事也不来找你。另外一个呢，当然这也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了，反正你就心里这样想了啊。既然你到我来这边来核实一些情况，说不定我这边还是能体现出我的价值来啊。从这个角度来多想想，自我安慰一下子。有时候我也这样，搞得很辛苦，后来想想也算是我在帮大家做点事情在其中了，只能这样想了啊。哎，这样这么一想以后，好像他们你搞明白了啊，基本上就是就像一个什么什么一个东西，吃一顿来管个半年的事，差不多管个半年的意思啊。反正这次问你一个信息以后，他们至少半年不会再来找你了，这个意思呢，有点像，就要吃了一顿以后就饱餐一顿以后，然后接下来很长时间就肚子不饿，就是从你这到这边得到一个信息以后，接下来他
那半年时间都不会来找你，他接下来半年时间要注册的时间才差不多啊，半年也到年底了。刚才我说了一个到年底的时候，那边就人家悄无声息的说，啊、哦，好，那就啊、哦，那就这样了，就没有其他没什么啊。啊，好，啊，不用谢啊，好，哎，再见啊，哎。